病的民众一定要维持定期就医的习惯。那每一个地方它提供的服务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是至少要提醒自己说，一年里面你至少要做到那四个肾脏检查，那你要关心你肾脏检查的结果。那病的这个慢性肾脏病所引起的洗肾，都不是突发的，都是很长漫长的过程，一段时间的。那慢性肾脏病在这个第一期、第二期轻微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很好的去控制血糖、血压，控制我们的胆固醇，我们戒烟，那有很好的机会会恢复，完全恢复正常。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中重度的肾病变，那也可以透过我们好好的控制三高，好好的健康生活，都好好的那个做运动，那也可以减缓肾脏恶化的速度。